但是我看你圣经出来去记第四十章三十四到甲三十八节，出来去记 Exodus chapter 40 verse 34 to 38，出来去记第四十章第三十八三十四到甲三十八节。你看你进来，你记早午顿的良宵，我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。头顿就是讲安怎去顺服上帝，点声？上帝点声未使动呢？你动那就出事了。OK， 咱就要顺服上帝，点声？第二，我来讲到，安怎去享受在上帝点声呢？其实啦，如果若是讲会晓来顺服呢，我甲讲你大家记得是子龙总是享受的，唔免惊遐有主看顾的。那今日呢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。安怎认定，还是叫做安怎知影上帝点声 ？Identify the timing of God。安怎知影认着是上帝点声？结果讲就困难啦。咱只个，咱就嘛爱知上帝点声。咱咧希望咱对上帝点声，但是咱常常有一个压力，一个惊吓，唔知虾米是上帝点声。假设是基督徒，惊讲行比上帝较紧，咱得罪着神，对不对？咱行比上帝较慢，咱就失去了机会。所以你到底顶来干干无，你讲唔知虾米是上帝点声，第时是上帝点声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基督主啊主啊，你俾我知道你嘅心意啦，我知影你意思，你心意，到底第时我应该行？第时我应该停，第时我应该做不定，第时应该耽误，是不是？阿姊妹，今朝咪好，安怎认着是上帝咁声？阿华哥听唔听？华哥听唔听？都是记一个犹太人嘅历史记载一个字，妖精会点声？就是因在啲空野点声？上帝安怎带人？上帝安怎带人？大家记得日子，伊有四十年在啲旷野 desert 嘅所在行走，安看。再去记第四十章第三十到三八章，即系讲当时云彩遮条飞过，然后我眼光就充满了尿痕尿雾。摩西未在了日教会幕，因为伊的云彩提到伊之上，并且有我阴光充满了贵的一个雕幕。听来个，诶，每次我咧云听到的上帝雕幕，就是上帝的这个啊，听来个收起伊当下，一些人就开始行，会使行，等咧云彩收起伊当下。伊是咱开始行，然后云彩若是无收起的，咱就袂使行。伫高架云彩收起，你看注意啊！伊个云台边会云，咧云台边云条台边，到底是一个圣殿楼顶。伊咱正注意着个，若是讲云台边个点声，站云条台边点声，带落去人点声，伊人袂叮当个，因为上帝叫人袂叮当。咧云只收起来，个无云咧收咧。叫啊！搬好搬搬那个胡同，呜！哇！大只仔啊，拖来，哎，搬无叫，冚咧，别紧，行啦。你看到未？即使有我的云彩是我的吊棚衣裳，每时云彩有灰，就叫做灰天。对，我的以色列专家的白白俊杰，带伊人所行的路上拢是安款，你知未？几多了？耶稣救我的性命，教导我兄弟姊妹，为今日了安全真百倍感谢。好叫我们大家一起行出来试下呢，感谢你听许多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里面的历史的清楚记载，上帝安怎带领人？阿门。有灰条，有云条，有灰。他们是不是有灰？因为阿门在旷野里面暗的。暗的运势啊，讲无月点声，五灾都看无。
所以有火条照的样样无惊遐，遐看就火条点只，而且拢上帝嘅同在。即使火条无去，但是云嘅条，云嘅条做咩咧？怎样都在空呀点只，真正出来咧？真大咧？有云嘅条台变叫做水气，有云嘅条台变叫做加热，可以让温暖。好一来有 shelter， 就是有这个叫做什么呀？叫做屋檐来遮了呀，扛了呀，好像白酒啊，白烧打死。听清楚没？到这边都看到一个证明，上帝有解讲点正，上帝传那个人的证明是哪款的？你还不明白？知？你给人看的云条，云条若收起，意思讲我叫你行，继续行啦。云条若落来就停了咯。今日我只看到云条收起呢，会当个吹大街，这个叫做十万人对了，行，不一百万人对了行，行到那云条，呜，大地吊棚，那个圣殿的下条人才，因为那是根条。他就听不来，更听。等停在那边，等到改改停，啊，开始也在起人的所在，起人的灯。等这只云条在收起呢，搁在行。云条呢停规矩，一人就行规矩。云条呢紧来行，一人就紧来收，紧来就要行，袂使等的。哎，你这等对不对嘞？你都迷失去，你都危险了。上帝不解咯，干扰到你上帝的控制来源，你上帝点声来源。那请问，今日安怎知是上帝点声？其实，那请问，不会知上帝点声，不会知。但是我们每日做物件，不第时离开对上帝点声。你幾時離開個上帝嘅時間？都跌屎冇到啲上帝點先喺裏邊？你幾時唔喺上帝嘅時間啊？都突然之間到啲上帝點先？都冇離開過。上帝在第四天、第四天，上帝見到你點先？上帝過咗你點先？都到啲人入思點精喺裏邊？都是上帝的恩賜，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時間，但是很少都不猜上帝的恩賜，都第時離開他上帝的恩賜，都不怕離開他上帝的恩賜，都第時哇你掉不下來哇靠不按這一年都是入相正來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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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第時離開他上帝的恩賜。但是好多事我不知道上帝怎麼樣，其實我很簡單的姊妹，你會知道上帝怎麼樣，不用讀幾本聖經你也知道，不用讀神學你也知道，不用深深的基督跟上帝這樣才跟你說話，是上帝你到底是誰，你做什麼頭一個人看聖言，大家聖言，聖言。那哪个问题是啥物事来之外？就是咱无聖言，这个是上帝点声，咱认为讲这个是人的点声，人的点声，世界的点声，还是派正气的点声？咱从来唔捌聖言过，但只问上帝点声。咱看到先听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。First Peter 3 verse 8， 彼得前書第三章第八十四節講：親愛的兄弟們，有件代志你們唔通忘記啊！注意啊！彼得把這個真理的點先交代咱，袂使忘記一件物件啊！彼得講明，就是主看一日，上到千年呢；千年上到一日呢。意思是講到你上帝的目睭下。是无点声的，干扰大家的手中的，
你的点声是地球的点声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上帝人看见了相反。今日妹，今日主实实在在是跟你讲的名呢，你看你十五位点声，甲看你六到底65位点声是相反的，无改变着的。你看我囡仔7岁点声，教我70岁点声。本是相反的，无变着伊无变呢。意思是讲，你生命拢总在你的手中，无改变伊在了诶，伊控制了，伊管理了诶，伊在要下纯正要发生物件，伊在了诶。是你唔在稳到个水平呢？因为你无承认讲是上帝的音声在你生命。你都要看好了，然后你想到讲，安怎发生很危险，对不对？你都要危险了，然后都要在乎了，然后你想拜关，希望讲这个点声白领到，都无落到你这个时间，无落到你日子了，然后落好，是不是？圣经有些人还是要白的，伊就感觉无相，伊落到一困难中间点声，伊就讲了出话。舒服的是后话，休憩的也是后话。伊自由行，自由行，伊承认咯，伊承认在你患难的点声、困苦的点声、破病的点声，本是上帝的点声。所以你来行过这个坎坷的日子哦，上帝个称你为奇人，伊个得胜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哈密斯，因为伊承认。达达这日子，无论好歹，拢是在你手的手中，伊承认，所以心内面无惊呀，伊心内面平安。那你知嘛？常常咱人惊啊，来看上帝点声，好事点声，福气是上帝点声。其实我讲，咱一生日子啊，无论好事无好事，好歹。也是债务，也是忙活平安的东西，拢是上帝的东西。只要你承认，这个是上帝的东西，你就知讲，今日就是上帝的东西，明吗？其实啦，有啲事啦，你 confuse， 因为你挖啲人的时间，你唔是挖啲污浊的时间，你活在。地球的時間不是活在宇宙的時間，都不是我說的這個污浊的時間。其實我跟你說，你的時間入思點正跟你污浊不是這樣，跟你宇宙不是這樣，明白嗎？跟你 universe 不是這樣，我放在那裡，這是銀河系 galaxy， 這是太陽系， OK， 明白嗎？太阳系就是讲到在太阳的边啊边转，即比如八大行星、五大、九大行星，对吧？有一个冥王星 Pluto 上射啊，所以无叫青叫白度咧。那你在这边，即地球，你在绕绕这一头对不对？当地球绕绕一头点啥？是365日，对不对？家己转一下，都是。24点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我来讲，大点是地球啦。但是上帝看不是单只看的地球，上帝看是宇宙万物，宇宙万物。为地球转一绕，加些木星转一绕，是无相点声的。为它个球，那是在你转掉，它只在转掉的呢。日头那是讲地球那转一绕，叫做相对的了。但是日头若转一绕啊，唔是只上升啊，是地球的35日啊。地球转那个日头，日上升；日头转那个日头，是35日啊。地球的35日啊。要怪地球咯，咱个只太阳系啊，其实我只个银河系啦，就是其中一个太阳系啦。那你太阳是多少平方的？这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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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是青的，都是青的。
假是啊，牛骨块、牛骨块，阿会吹掉，阿会拔掉的青来有正自然的。那这里银河系是怎么怎么在转的呢？对太阳系在转呢，太阳在转呢，对地球在转呢，对银河系在转的，你知道？但是亚细亚被机场物件，等对太阳转着绕的，现在是三个多斤。对太阳系啦，到底银河系咧，安尼发展转着绕的点子啊，是两个点子啊，了，是两亿，哪只啊？是两亿五千万年的地球点子啊？这个物件转着绕，对太阳到这边，对这个啊地球到这边，这个物件太阳。这太阳系啊，对了，这个 galaxy 呢转着绕啊，是两亿五千万年啊。哦，没错，过其他天文学家不过去。我被证明有种物件啊，起码，其实你今次啊，是今次啊，来着。你个时间唔系时间嚟哦。对时间是因为讲，如果地球按款来转，所以按款来送。其实在上帝目睭里面啊，这当中是伊创造的，伊无时间的，伊时间也借，伊控制了时间的。然后你数明白了上帝时间，原因就一个啊，你都从来不相信为，不承认为这是今日上帝时间。都在你找了上帝时间，都达达之在你找上帝时间，达达之在叫上帝时间，达达之都唔乜相信，未讲今日是上帝跨过上帝欢喜嘅，上帝何路嘅，都乜嚟话上帝时间咧？都在那去叫嘅啥物件咧？就是都希望讲，你所爱嘅时间会发生，你所爱嘅情形发生，这就是问题啊！这叫一意孤行。这叫做悖逆婚姻。其实你在上帝时间才会跟我站在这个大讲道，这个文章，是不是上帝时间啊？是啊，上帝经我彼得里来这边讲道，大地卖买不到，还会出事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已经知影了。今天的话，我是对天堂，是不是上帝时间啊？是。上帝这阿未出事，我阿未为得到你这人，现在已经在讲我第四个月了。老第四离开个上帝时间，你知嘛？你几时离开个上帝时间？你从来未离开个上帝时间。你好意思？你问我边个知影上帝时间呢？你到底背逆了没？到底被人派的东西，你上帝没在。上帝，上帝啊，叫做任凭，就采路，就采路被派。因为这被派的东西，上帝已经知影了。被派了归后第四个病来，上帝没知影。你无一日，无一秒钟是离开过上帝时间的。你要知上帝时间。都会有承认今日的上帝时间。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出来点啥？啊，等你点啥？是上帝时间啊？是，你对来教会点啥？是上帝时间？是，上帝叫你来。杨志伟，我同你讲读圣经点啥？读圣经点啥？我想看。我真正担心，我惊在上帝头前会得罪主，我咪真惊我对面着上帝脚步，我失去了真济机会。到了未来，我开始搞得清楚，其实我达达真相是上帝时间啊！我无需要去对的，我无需要去压力，无需要决心的，今日上帝爱我死。伊无论我点都醒嘅，上帝爱去拜，伊无论我点都拜嘅。上帝这种人，那是离开主，上帝在嘅，
上帝在第四年归依，然后这个人第四年来，上帝教咱点啥嘢出来，都来交到上帝时间咧。我开始我生命同偷棒，我的心灵同偷棒，因为我都无离开个上帝，我都无离开个上帝手。至于今日我做嘅，就系我第四起来嘅。因为在我第四离开的，我第四起，第四落，第四破病，家里有死的，会记我个十四年就传道书，拢总死的，一栽了，一定死了喂，人无栽了明白，就是之后古话甲你讲，是不是？无栽了明白上帝讲，因为好说，因为人无相信，人无承认，讲白白的，日子是上帝时间。其实我神人家的上帝时间都真有平安的，都即系感恩上帝都弹晒了咯。上帝都未离开过你嘅，从来未嘅，你都从来冇离开过上帝嘅。有咩惊？惊你所发生嘅大事，本是有上帝掌声。你要将，只要承认这是上帝点啫，你惊就同偷棒了，你就无压力了。其实上中是一个压力来着，是一个喜乐来着，因为无产物件是你做的。今日我做未起点啥，我到底这个点啥？这上帝磨练我的时间呢？今日我做噶，开始我哋谈个圣洁嚟，点先？哎，阿未看到咁大事，哎，这里是上帝，好我看到，哎，我已经开始进步咧，时间咧。这里若做起来了，硬要做了，哦，上帝训练我，搞个这个抗战嘅点先，都是谈到这个结果嘅，这过去所有一切，拢是一串嘢行嘅，拢总是上帝时间。我只要相信，只要承认，我就猜讲上帝时间就是在你家己了。阿门。阿门，你咪嚟讲，当今的上帝时间咧，我都无离开个上帝时间，该讲。阿门。唔是阿主啊。第二样嘅话，甚至我都唔得知影上帝时间，阿妈认定点样认定，系点样快分别上帝时间。第二，我学到层面嘅，我都知影上帝时间。来，对我嚟讲，对调上帝时间。华圣经啊，华圣经，后面看嘅人耶稣讲嘅句话，后面看嘅人系只听讲，后面看嘅人是定头声。熟人啊，看一看我用第三条五到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五到八节，来特别来看，圣经耶稣咁讲，耶稣讲我实实在在讲人听，人若是无带啲水甲圣灵生出来，就无同记载到即时嚟讲，圣父。生白体生就是白体，嗰啲灵生、生命生就是生灵嘅。我俾佢讲就系咩啊？女人就对佢定头生，问义问少讲是一个奇怪嘅。风啊，随着艺术吹，你听到风嘅声，却唔知影到到一边来，往到一边去。反而我生灵生，也是俾安尼款。耶稣上帝是讲紧一个真深的真理啊！这段圣经就是你个点，问伊讲，这人安怎要定头声，安怎要接听讲？耶稣来讲，这人要定头声，把你个接听讲。你个点就问伊讲，安怎定头声要听闹咧？就袂听，我袂接耳慢，讲会声出来咩？伊无明白属灵嘅物件。耶稣解讲就物件，后面是定头声，定头声唔是讲你白听声，是对生命。对圣人和圣灵来将军归一个新的生活，这叫定定头声。对圣人和圣灵从我由圣人来管理中间的开始的生活，这叫定头声。那是啥物事件嘞？
其实耶稣讲一个简单的真理尔，伊讲你不得了，你对了什么呀？对了，心灵感动，心灵上慌的那款，你看到慌？你没看到吗？你听到慌的声？你听到吗？马来鬼吹什么？马来鬼就跟吹爆一样，你根本你唔知讲第时吹咯。几多大声人就成款，电头声人就成款，上帝人就成款，听心灵的声。犹太人就成款鬼，到底抗议还是四十年？分条到底俾你等下停，无论停几钱，你就要停。分条就系烧人，一切烧死你人，行。行今次俾唔知，行落去唔知，行几钱唔知，这款分条，停落嚟人，加油停，去停，停几钱唔知，停落去唔知，这分条就烧死，烧到对人，行过嚟停。这就是熟灵的人耶稣讲，熟灵的人不是靠了自己的，熟灵的人不是行自己的路的，熟灵的人不是依靠自己的灵魂，熟灵的人不是用了自己的知识的，不是用了自己的经验的，不是用了自己的计划的，乃是对了圣灵的传领，这叫定头听熟灵的人。其实我安怎明白上帝点啥？真正简单了了，就大家去对了行，免烦恼，欢欢喜喜，分条在家起来行，分条搬过来提，三九我来提我就提，三九我来行我就行，三杯做的也自然的掌握的。三个神啊，要做的就当你就行啦。如果做咧，你话做唔到，唔是唔到咧，上帝可都有条经验。哎，行咧做到了，面又白白白，活咗起来，感谢主，看到啦，上帝心意，爱手做起来，安稳做到了。其实，把上帝点声，哎哟，哎。我个神人家的上帝点声，欢欢喜过个自己生活，无压力。总之上信上命，上帝了传咱过，免惊。后面你惊惊落去，这是惊落去，几多了惊落去，我上信主了传了嘛。惊落去哇，成功感谢主，无成功免感谢主。你成功是你上帝点声，是。你无成功，是不是上帝点声本事？你无参与件在上帝目睭内面是唔对的。今日我若做唔对来讲，我感觉唔对啦。在你上帝目睭内看咧，这项物件对我好个。你应该要看点声，对，安尼款的情形来经验，来经验，我有点。来经验安怎挖苦啊？来经验安怎拔掉啊？下一道，你靠卡对主的明白更加深啦。所以你唔对，还是上帝点声；你对，还是上帝点声。你都欢欢喜喜过到日子啊！对了，上帝日子就对了嘛，无错了呀，阿妹喎。你若是讲一下感觉就拗烂啦，哦，唔是点声问题，是你家己问题。有一个牧师，拄到教会一个真大个问题，伊就去问过一个更加资深啦、更加观点个牧师啊，对啦，更加老个牧师、观点牧师，你提我几多？你提我几多？我要猜上帝答案。这样的东西我应该惊还是应该做？三年过后，伊老妹都谈到上帝咁，上帝答案，这老师就解讲一句话：，伊讲上话，到底你是主呢，还是上帝是主？到底是上帝要给你答案呢，还是你都要对了？你都要给上帝答案？今日到底？你是天教会主人，还是耶稣是天教会主人？
你应该听命令呢，还是你应该做主人来传敬教呢？所以我很唔强调，因为我唔是主人，你唔是主人，你无需要知。为着上，我叫你祈祷好啊，你唔单止唔得好啊，你过来洗嘛一羹，你上来，到尾安静来又啥？大智慧啊，咁生，伊弘扬圣经嘅讲话，伊话佢知影怎样？原来是敬教会主人是耶稣，唔是。所以敬教会安怎行，是上帝旨意，伊只要做嘅是对上帝旨意行。当上帝听我讲话，你点点我？等上帝叫你行，你咪做咧，有办法使你行。等上帝叫你行得紧，那无点想但愿行得紧。等上帝办我来，就办我爱紧，你就行。所以你有诶啥物咧？你有诶就是对，但是对了主对吧？对了主，等你开始你烦恼诶点想，你咪家家己讲。这是主的感谢，主若爱我办下来，我对了行；主若爱我停下来，我对了行下来。主要我行的感谢，你主人你跟我讲感动我行的，真正清楚的主的感动，有帮助。主别闯着路，主若给我落到天顶来讲，感谢主，我对了主的旨意。因为伊在做咩，我看到物件，是看动静看袂到呢。哇，这就是属灵啊！属灵的人，伊听到风的声，伊对着风的声行，伊看袂到风。风还是吹这边，还是吹那边，伊唔知几时吹到咯。但是无论吹多手还是正手咯，等风叫伊行多手，伊就行多手；等风叫伊行正手，伊就行正手。圣灵叫伊行多手，伊就行多手；圣灵要转去行差手，伊滴滴滴滴，你顺了圣灵，对了圣灵，行差手，这个就是圣灵啊！兄弟姊妹，你和上帝来传呀，都平安啊！你都唔怕唔丢位，咁相信我，你做位。你只清楚你的命，但是你只象征，你无放落去日头位，你无放落去木星的位，你放落去地球位，这只象征是伊的咁。伊知影怎传你，你只要对了行，阿爸你明咯，趁钱得个。三，我开始才平安了，我开始无啥物物件顶当开心。我开始无紧张了，我开始无压力了，我无去俾钱了，因为我对了上帝点啥行，我未钱讲的，我未做咩，我系做我系本分上帝咧叫我行者，我起码最容易做的。第四我，单上帝点啥？第四只鬼子单上帝点啥？阿未话着感谢主。阿伟啦，等啦，对啦，行落去啦。所以之外，人嘅迫切，人嘅压力是可以输咧，就是家己嘅情况。人最大嘅罪系乜嘢？人对罪罪系乜嘢啦？就是我未做善。我自己要做神，这是人对大罪啊！人应该是将生命、将生命交俾神嘅，降服喺神前面嘅，敬拜神嘅。但是人要做神，唔系个敬拜神啦，要家己做王，家己做神，这是人对大嘅罪。其实后面属于明白上帝咁先。因为你想要掌管上帝的事，你
如果不卖对上帝点声，如果无承认上帝点声，你感觉唔对诶，无应该发生诶，唔是安尼款诶，信主了无应该发生诶，信主了无应该安尼款诶，信主了点声啥子后边改变了诶，信主了哪个人话是哪个人嘛，讲咱改变，我应该上加伊点声安尼款诶，上加伊安尼款诶，上加伊安尼款诶，我无应该安尼款诶，你未做神。你没做事，所以你看过，人家做事，人家去硬硬要去做事，人家做不看过样子么？你把它做会丢，你离开面上帝点声，因为上帝是神，定了的，上帝大灵啦，伟大的上帝做你啥名，安怎去做伊的对？所以这个东西是自己夹苦来受的，自己攞苦来受。阿妹咯，阿妹咯，人若是讲对上帝了之后，啥物物件平安了？就算今日病痛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上帝的时间到了。翻屋企，翻天家，开心，有钱一借上帝几多多，都是安尼款嘅，都是安尼款。咱两个对啦，唔使争埋嘅。我走啦，同你指先讲，我走啦，翻天家啦。我哋再见面啦，我享福啦，我劳苦嘅时间已经过咗啦，你慢慢受啦，你哋，我走先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那是讲承认上帝点声，不管你对上帝点声，大家真平安啊，无惊啦，无压力啊，无迫切咧，无迫切咧，好似很紧张啊，讲我要做事呢，其实话顺服都无事啦。对坎坷做一层物件，人和人未接发上帝点声，啥物件？就是人无平安。你要知上帝点声，第三，其实你安定在上帝点声。特别来讲啊，安定、安定、安定，你会安定在上帝时间啊？你喊你答案，你谈掉啦。你嘅有答案咩？大家认识有答案，你大家认识你欢喜，大家认识满足、敬仰主。所以耶稣啊。教人个基督教同个上帝点声，你教人个真理，教见人个传，教见伊今日个真正做明白。基督个点声，变做基督耶稣讲个话，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九个十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九个十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，耶稣就教人个基督，头脑有话，伊就。教你真正真正要紧的一个真理，安怎祈祷？安怎？耶稣讲，所以咱祈祷的点上面人讲，我人在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名为圣。那做咩？愿你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你面啦，地上上加。大地天上呢，耶稣讲咩物件？耶稣叫咱基督甲天父讲，愿你旨意行在伊位生命里面，先甲行在天上安尼自由，无阻碍嘅。意思是叫你啥物？叫你将你生命交予耶稣，交予天父，予伊来管理你。自由的来管理你，自由来带领你，自由来掌管你生命，将你生命的权柄交予上帝，顺服在你一切的旨意里面，可以自由行在你生命里面。哦，这个太恶了，弟兄姊妹。意思讲呢，今日欢喜啊，好事做成意成功，哇，感谢主。你平安欢喜，对不对？
明仔载，明仔载叫你身躯有一个 cancer， 你阁有六月日的命 ，You mean why？ 愿意自己走到你的生命为上，甲走到你天上啊！今日我生日，对不对？今日我来对你感谢，行，以前我一段感谢，我需要发病，所以呢，我就吃平安的安定在你上帝，感谢你。 接受这个上帝，做你位圣名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，行到你地面上，行到你位圣姑，上加行到你天上的自由，我就相信了，我将我生命交予你，感谢你，给我过六月一日，哇，兄弟们，真正坎坷对着，你要明白上帝的名字。 都会为安定的上帝，安定，稳在，无惊呀，相信，顺服，军队，交托，可以来掌管，心有平安，这里。 就是八上帝点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，所以 key 会做高，等你卖做小点声，你会做老的点声就做高了，等你卖骄傲点声，卖反抗的点声。 等你走投无路的，是不是？就做搞。他们说那件事情，人要落款的钱，死因为有高，把你来办就死。因为高跟人真头的，是不是？一无才好做咩啊？你甲主公主啊，死就死啦。我将来生命交到你手中，哎，挖起来，会人过来挖起来。他们说那奇怪。 因为伊做哩做善嘅东西啊，恩亲情嘅东西，白目上帝，不爱财上帝，不爱白上帝，伊只望你命令上帝啊，路对我行，我袂喊你路何我路咧，我求下你路何我路咧，咩会咧做，我系生我梦想差，唔得，恩我来找，行行。 无诶，所以等我诶，你点先我甲你做？人未做善，绝对未白到上帝点先。今日姊妹，今日白上帝点先，诶我无艰苦，但是本质才艰苦。等你做善你点先，我甲你讲，你未白到上帝。对于上加圣灵所讲，耶稣所讲。 对了方，行，顺服每一个旨意，除非有关于圣经，今日对生命就是大的上帝的影响；除非有关于无论看到咩款的环境，咩款的情形，有关于对了上帝的影响。 甚至啊，之外，如果你按掉你上帝点声，耶稣教咱祈祷，伊家己生活顶行出来，伊想出来人，咱过来看，拍开大家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大家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这段圣经就是耶稣被死之前。 把你克西玛尼耶的，伊祈祷在伊中间教了，伊面看到伊将要受的苦，伊的生命感受到的痛，伊面知影迄个恐怖，同佮一边，伊甚至心内面紧张、痛苦，甲一个抗战圣光，伊的肝上啊血安尼，惨掉血转出来，然后。 伊祈祷在克西玛尼耶里杀到，伊甚至家己真正通过叫伊的这个十字架刀解病病。
นายกีโต้เอี่ยมไปตกลงน้ำขุ่นกันแล้วไปด้านบูคอนได้เตียวเหลาสิไอ้กูจินจ้วนจันจินหลังตัวนี้กีโต้แล้วมั้ยจ๊ะกีโต้สาเป้าเอี่ยทีแบกกีโต้ท่อนเนี่ยแต่อ่ะจะกีเดียวสักกี่จันบอกเขาเองอีอย่าสองก้องแต่อ่ะนู่นน่ะสิวันนี้จงจะไปแก่จัน因为也会上面讲有八条路走，那是买一条有八条路走，会行走哦，真正痛，会行走。但是第二句话，三刀安讲，第二句话讲，耶稣接来讲，但是唔通成就嘅意思，只系成就嘅意思。看到耶稣，伊搞几多点啥啥物？原人拢尊天命名为圣，愿为主义主旨行到伫地面上，先甲行到天上呢。伊家己的祈祷啥物？主啊，会将这杯拿掉。但是唔通照着我旨意，唔通照着我意思，是照着你意思行。到到尾来，三刀祈祷过后，伊徛起来，起十字架，为汝甲我死了十字架顶面。这就是耶稣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真好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是照着神的意思。阿们。所以你们把上帝知其实不健康，有一个圣经上帝感谢来讲圣经对了，上帝感谢安定啊！你上帝当下，如多怎样？必须上帝当下，阿门。其实，当今的上帝当下，他把你记来讲，当今的上帝当下，解除来讲，都不离开的上帝当下，所以平安都放下去，阿门。那别看起来几多。